的振兴三倍券将在15号起正式开用，桃市政府配合政策加码投入近4300万元的专属优惠，推出了5大面向的超杀好康与补助，包吃包住还包玩，振兴首选桃园享受最全面的补助优惠。夜市200变400哈，这个蛮有号召力的。啊，桃捷哈，一张变两张，我觉得蛮有号召力。那振兴券哦，500块可以买这个球赛的入场券2张，我觉得这也蛮有号召力的。那另外观光工厂哈，这个200块当作300块用，然后我们的旅馆住一个晚上送1000块的旅游券，我觉得这个都是不错的设计。那这5大领域呢，这个每一种优惠都有它的价值。另外配合下半年度桃园市月月有活动，从7月起到11月，每个月都有线上直播抽奖活动，只要在线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抽大奖，包含笔电、游戏机、家电等超值好礼，奖品总额高达250万元。在6月、7月以后，那么我们月月有活动，那月月都很精彩。那我是希望到桃园来消费哦，也可以这个月月抽大奖。那大家看到后面的汽车、机车，还有我们的这个 Garmin 的手表，还有这个 Switch， 这个任天堂的游戏机，我们都尽量的哈，这个让大家哈，这个体验到这个这一次经济振兴的惊喜。除了桃园加码的11项振兴券优惠，只要在活动期间在桃园单笔消费满300元及500元，还有机会抽中汽车跟电动机车。从7月开始，一连串的振兴优惠方案一路接力到年底，振兴来桃园花就对了。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。